钱，我想要投资1000个社会企业，帮助社会上更多需要的人，然后让小朋友都有很健康的营养午餐。我想要让偏乡的小孩都可以上到他们想上的课。如果我很有钱，我要让台湾有全世界最先进、最环保的芽菜绿工厂，能够促成更多的人才加入非营利组织。应该成立两个基金会，一个基金会是协助技术的提升，一个是协助农业的产销，然后嘛就推广品牌，然后解决世界上最需要被解决的问题。成立一个公正的国家食品安全实验室，去韩国、日本、以色列学，然后超越他们。会希望投资更多的台湾新创公司，把钱拿去帮很多猫解扎，帮助很多流浪动物。我要把那些有问题的公司全部买下来，让我们的生活重新来一场新的革命。不管有没有钱，我都希望推动台北市成为公平贸易城市，还是应该努力让世界看见台湾，都朝自己梦想迈进。啊，那我们现在就这样啊。我要做，就算我没有钱，这些事情我还是一样会照做。不管你有没有钱，都可以做你想做的事，就是这样。耶耶耶！当一个年轻人，梦想也可以很大。如果你拥有一颗种子，就努力让它发芽吧。